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简科技，我是简哥，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昨天微信QQ红包又有了新的玩法，比如像这种视频红包、拜年红包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。我们在微信好友的对话框选择发送红包，这时它这里有三个选项，一个是普通红包，一个是拜年红包，最后一个是视频红包。至于第一个我就不多说了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拜年红包。我们点击进入后，它会出现一个随机的金额，而且上面我们还能添加表情包，这里还有一段祝福语。如果你对金额或者祝福语不满意，那么我们还能点击这里的切换金额，这样它的金额和祝福语都会发生变化，而对方收到这个红包后，它这里会有新年好的字样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视频红包，我们点击之后，这里我们要进入微视，进入后我们点击立即体验，然后我们选择视频的模板，这里我们需要拍一段视频。完了之后我们点击这里的拍好了，筛前进红包。当我们输入金额和数量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效果。比如我分享给微信好友，这时好友会收到一个视频，打开后它这里会显示还有多少秒有红包，当红包出现后我们就能领取了，而且金额会直接存入微信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分享到朋友圈，分享后它这也是一段视频，不过我们要在微视打开，其余的基本一致。另外 QQ 也有这种拜年红包，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试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